等了许久，刘德华终于带着最新巡回演唱会要跟大家见面啦！一连开唱20场，粉丝兴奋到受不了了。为了带给大家重生的感受，刘德华亲自邀请认识了10年的艺术家曾梵志为演唱会主题作画。原本以为会被婉拒，没想到他一口答应，让刘德华相当惊喜。从来没有人想过用这样的方式为演唱会主题作画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创举。果然，只有天王才能超越天王啊！而到作品呈现的那一刻，大家看见一个跌倒后站起来依旧坚定充满高能量的刘德华。他直呼梵志感动了我，希望来参与这场演唱会的大家也能感受到对他及对此的真心，粉丝可得好好细细品味咯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